当我假装在狗狗面前哭。你们别看大狼现在肥头大腮没有腿，刚刚来的时候可是尖嘴猴腮还有血，掉毛严重还有泪痕。于是我花了10000多块钱带回家，回到家我就一直喂它维生素片。你看现在多圆多可爱，掉毛也少了很多。其实猫咪光是不胖是缺乏维生素 D， 掉毛严重是缺乏维生素 B， 泪痕多是缺乏维生素 A。 我给它吃的这个维生素片包含了12种宠物生长所需的维生素，里面还加了羊奶粉，闻了就会主动吃。一瓶200片也不贵，可以吃很长时间呢。Thank you.